没有站的时候呢，频繁加班回到家，面对乱糟糟的环境，总是鼓不起勇气搞卫生。但是啊，该来的迟早还是要自己动手的。这样的日子呢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啊，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一开始啊，我其实对这一类产品存在疑虑的，不过呢，在使用了几天之后，它几乎无需我的过度关心。那对于厨房等地面较脏的地方啊，也是会自动开启强劲模式，多次清扫的。那如果在工作的过程当中，它觉得自己累了，便会自动回冲，日复一日，非常的有规律的清洁家中的地面环境。而若不是 APP 会定时的提醒清洁成盒的话，我甚至一度忘记它的存在。开头的情景讲述了多少社畜的真实生活呢？反正啊，是现在的我啊，加班加到就差住在公司了，每天回家就是洗个澡喂个猫，洗个澡喂个猫，没有多余的娱乐，难得一天早下班，真心是不想再折腾卫生到凌晨了。吸尘器吧，我有，但是呢，还是懒得不想动，相信你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啊，我才决定买个扫地机器来试试。那家里的这个清洁小帮手呢，是石头扫地机器人 T7 Pro 啊。我买它的原因呢有两个，一个呢它是支持扫地再加上拖地功能的，二呢是相比其他的扫地机器人，它还加入了 AI 避障功能。那相比普通的机器人靠撞来感知房间的边线，我觉得这个石头扫地机器人 T7 Pro 最大亮点呢，就是加入了500万像素双摄像头，可以直接在 APP 上面录制实时的视频，以立体 3D 的形式扫描物体的三维信息、距离信息，提升避障效果的。别说啊，这个沙发、椅子、垃圾桶啥的，就连粑粑这种迷之物体呢，也是不在话下了。除了粑粑能够识别之外呢，像我坐在沙发的位置，斜对角呢是有个吧椅，都能够标出准确的标识。有了这实时的摄像头功能啊，其实还可以云吸猫，监控摄像头啊，可能只有180度的角度，那这个实时视频，哎，支持手动操作方向哦，简直主子走到哪儿跟到哪儿。妹妹，你是不是偷吃小鱼干啦？你怎么能怪弟弟呀？哼，我都有证据了。哦，对，它有一个自适应的红外补光灯，也就是说啊，在扫沙发底或者是没有开灯等暗光的环境之下，画面会自动切换，暗光是黑白的画面，亮的地方呢是彩色的。还别说啊，这个自适应的反应还挺快的，而且啊，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移动速度也是蛮快的？不是那种一点点挪动的，像是眼睛好使了，走路都更快了呢。当然了，走路稳也是因为它底部除了两个大轮子之外，还有个特机灵的小轮子。除了避障外，比如说啊，客厅到厨房这种有台阶的地方，轻轻松松跨越，都不用人工帮它解围了。除了能够拍实时视频之外，它还能够有实景照片。扫完之后啊，会在地图上做一个标记，什么位置有什么样的杂物，自动拍照给你看，识别还是挺准确的。当然了，也是一如既往的支持分区域依次清扫，以及特定区域可以选择采用拖地功能，有灰尘的地方也可以拖地加扫地，像是去到厨房这种重油污的地方啊，会自动加码到最大力度，依旧是2500帕的吸力，5000毫安时长续航，能够自动回充，还是非常可靠的。那我所希望的智能产品啊，是能够给生活带来便利的。但是呢，再好的产品都是有一个了解的过程，你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设置，让他们去适应你的生活作息。那扫地机器人呢，也不例外，它不是我家中第一个智能产品，但是呢，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。它可以在我不经意间搞干净地面的卫生，减少灰尘的侵袭，提升生活的品质。而有了吸尘器，再加上扫地机器人，对我来说啊，是1+1=2的产物。前者呢，我是可以吸吸主子的窝呀，吸吸床褥啊，吸桌子啥的，是定时的精致化卫生整理；后者啊，是可以每天都重复的工作，为我提供干净的环境，提高生活品质。那我知道呢，看到这里啊，肯定还是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没必要，自己来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我只想说，你的时间可以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，比如说学习啊，比如说休息调整好状态，而不是疲于生活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你家里面有免费的劳动力的话，你愿意让他们每天弯腰驼背搞卫生，又或者是有大把钱请人做清洁，那真的就是柠檬树上柠檬果，柠檬树下你和我了，继续做社畜去。OK， 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。
我是看着不胖上斤胖的小帆。等一下，你一键三连了吗？没有，放学别走。解决办法，呼吸太大声了，来把口罩摘下去一点。我终于解决了，我终于想到了解决的办法。我需要那个柠檬片。哦吼，拉个柠檬片。